还有另外一样东西，师父，你说讲的东西，人家问我，仁波切，你做讲的东西，我什么都有做，为什么不灵？你要知道为什么不灵吗？因为你们没有睡觉。OK， 睡觉也要看怎么睡。啊，睡觉也要看怎么睡。你什么都做，晚上，然后你真的是早睡早，你真的是早睡啊。多早啊，早上凌晨五点睡啊。啊，你拿你的有那个钱财拿命来玩，那我也保不了你。你不睡觉一定会生病。第二点，我自己尝试了一样东西，尝试了什么？我自己尝试了睡觉的时候啊，把手机 iPad 全部拿出房外。第二，把整个屋子的 WiFi 关掉。哦，希望你们也能够做到。有人啊，有贵人指引我，劝我这样做，我自己这样做确实休息的比较好。虽然休息的时间短，可是休息的好。